同学，抽烟了。你还有剩多少钱啊？如果你有需要钱，找这些人帮忙吧。喂，请问是俊吗？今晚可以吗？坐下吧。为什么这么晚才来？哦，我要打工。打工？没有啊，我发很凶，所以钱不够用。这么晚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我会给你钱。